我在伊跟阿兰宝宝咯来进来做啊，伢了了啊，来做他妈妈在做布包里先那呀，来做啊，伊那都都兰来做啊，九六五啊，那么做啊，把布子来呀，来做什么布料呀，都做啊，伊在做啊，比那是在松山妈妈在跟阿兰，都最么在伊在都阿是南王都做，伊在做马路上马子阿了的蔡文新的张小平，哎，到点么就麻烦来布松松山呢，是奥来做把布子子，然后点么。就一三五三一件，老师都做那个喏啊，把布置来呀，来做印刷呢嘛就都做是把不了，把嘛子对做另外啥，嘛呀那点嘛叫他，比嘛子对做是你把钉子那旧了不，爱做把不了做印刷。都做阿拉，大家来呢，那个喏把布置这里嘛在云南人，门澳大生生来做五三三。哎，最么子么子一个邻居一把啥子大事来做一三，没啥多不不子儿。的蔡文新的张小平马路上马子儿，都做南美都做家包揽的暖呀，那个东西只留人念嘛就。办桌这方面应该是没有人敢办，所以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了。对啊，没有收入啊，没有收入也没有办法、啊。用纾困4.0，我也没有办法申请啊。对，我跟我先生，他是办桌的部分，那我是主持的部分，那完全是断绝收入。在那个五点嘛，就阿拉每都做的那呀，一做什么了多少波罗塞做，那不是一直都做来做，把不做了啥？那俺们是只留了那当那啥了啥了几年嘛就，在乌拉嘛把叔叔来做啊，你那得得了那了叔家那呀，一做做你不忘了嘛就，对做啊把不哩啊把大线上购物啊呀，对做啊比嘛在大阿家了难，一做做大是把哩不哩啊嘛啊，因啥了争都是一百数年嘛就。我希望能够把我先生这一块能够延续下。下去，那我们就，我自己哈，我自己就创了一个平台，然后呢，就是把部落，哦，这些族人呢，就是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呢，就是能够吃到阿新市的这个私房菜的美食。疫情的期间啊，大家在家里都每天煮，我已经不知道煮什么，所以刚好有他们煮好的又很好吃，料好实在，就直接买比较快。爸妈在对做电话，本来里对做印刷，你妈就说咋啦比格里么？那个为点么就都做，那么都做起来，一年做嘛冷话，该你不包容啊，格里么嘛不是啊？起来冷话，干那不包容啊们？到爸妈在对做啊，买了点么就啊，到印刷那也啥，起来嘛哎呀啥嘛呀，就是不包容啊，是白说来做生生啊那呀，第一就不让他不接结论。